虾们嘛，地雷保护高级秘典活动，用钥匙就可以解锁这个零速的皮肤。这款皮肤和这个滑板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。我们现在就给它解锁。哇塞，这款皮肤挺屌的。嗯。要多少个钥匙啊？68个，我已经解锁了。68个钥匙。啊。那直接解锁到最后一个嘛？那一次性可以解锁吗？一次性怎么解锁来着？那你就一个一个解锁下去吧，对吧？好像就只能一个。那只能一个个按下去，一个个按下去了。嗯，皮肤在哪个位置啊？要20几个吧？啊，全部解锁，310个钥匙直接拿下。呀，那这还要一个个按下去啊？嗯。啊？嗯。我去，那这个滑板有没有在里面？在的。滑板跟皮肤都在了是吧？嗯。那就行。好，那我这里就快进来，小伙伴们啊。这滑板有了。太帅了，这叫什么？蟾宫折桂滑板。嗯。哇塞，这么酷的啦！有了，来吧！零速解锁了零速，哎，零速它是一只小兔子啊，这是老鼠啊，这是老鼠吗？嗯，哇塞，好炫呐！来，我们来一次躲金币挑战吧，好吧？好，把它的专属滑板给它选上。技能先开着。好，对，全部开了。等这个技能先不能开，这个技能开了疯狂捡金币了。这样子是吧？这个紫色跑分。好吧，来吧。看一下这个零速的皮肤手感怎么样啊，小伙伴们，来你们看仔细了啊，哇哦，哇，你们看他们上火车的地方怎么都是画的，啊，手感不怎么好，手感不怎么好吗？这滑板是真的好，哎，带上滑板可以，它这个，哎，这滑板很炫，手感我用起来有点笨重，我绕的时候绕不起来的那种，来，那你现在刚刚开始嘛，你等一下再试一下嘛，滑板真的丢，现在呢，还是绕不怎么起来，来。应该还可以吧，你看我这就是绕的有点生硬对吧，嗯，没有那么就是轻松是不是，来复活一下，这才绕的有点不习惯，绕的有点不习惯，有点绕不过去的啊，那行吧，我给你不能超过15个金币好吧，嗯，刚才已经捡了8个金币了啊，来看一下这款皮肤，怎么说呢，这个反正你小伙伴们，你们只要有足够的钥匙，要300多个吧，310个，310个钥匙，再加68个钥匙，378个，378个钥匙就能拿到这个皮肤了啊，你们看你们有没有攒够这个378个钥匙的，直接可以拿下这个皮肤，总体来看还可以吧啊，嗯，啊，就是绕的有点生硬，嗯，但是，这个，到后面的话手感会比较好，现在就好多了是不是，那还是绕不怎么起来，那可以了，这个也是他的专属皮肤滑板呀，嗯，小爱同学要不要开点卡包可以了，来开个3包吧，好吧，每要开一包行不行，来经典再拿一包，来看一下会不会又出蓝GP 没有蓝GP 这包有了没有， USR 来一张吧，没啥都没有，我去